如果像你一样每次都让模范生，我就可以马上 DS 了。阿妈说天国记得阿门。嗯，算有条，阿公会买一台给你耍。我要拍孝顺电影，我要当孝悌儿童。这大家简单对哦，特懂特懂，来来来。又当孝悌儿童了。四月五日，周日晚间11:30，公视学生剧展《孝悌儿童》。